但二熊难得跟静香闺房相见，却研究起神话中出现的生物。虽然这些都是人类想象出来的，可大熊却想把他们收服当坐骑。蓝胖子正在家里看一张奇怪的宣传单，这不就是大熊想要的吗？人脸狗身的人面犬，这都得归功于未来的一种宠物零食，会让宠物的脸变得跟喂食者一模一样。大熊觉得超刺激，可长着人脸的宠物至少能让走进科学做出17节目来。趁蓝胖子出门减肥，大熊快准狠地下了订单，商品即时达，可自家没有宠物，大熊决定对媳妇下手，到处一立就要拿静香的小臂当小白鼠，还美名其曰打上主人的烙印，只要一口静香鸟就诞生了。静香精的就是一套用小拳拳捶你胸口，夫妻吵架打翻鸟笼，小臂成功越狱。为了不让自己住孤生，大熊只能承担起寻找走失鸟类的责任，准备问一下小夫是否见过长着静香脸的鸟。小夫一度怀疑大熊的脑袋让门夹了，可当看到大熊手中的宠物零食后，小夫决定让大熊当自己最最最好的朋友。来到自家，小夫学胖虎用拳头让大熊乖乖上供，造新物种，自己明天铁定能上热搜啊。迫于蹦起来都打不到大熊膝盖的小夫的拳头，大熊只好送上一粒。随着零食的投下，小夫锦鲤诞生了。小夫迫不及待的继续联系老爸在电台工作的朋友了，大熊这才有机会继续寻找小 B。 蓝胖子回到家，未来商店都来上门讨债了，蓝胖子惊呆了，小小一袋起码能买一个月的铜锣烧，赶忙出门寻找大熊，还真就发现了大熊。大熊还在呼唤小 B， 蓝胖子一把抢过零食就开启了说教模式，可一听说大熊可能因此丢了媳妇儿，蓝胖子秒变育儿机器人，谁知一路飞，零食一路掉，散落在了小镇中各处。练嗓子的胖虎也中招了，大熊两人终于发现了小 B， 蓝胖子一口大网成功抓捕。这零食的变脸效果要三天后才失效，大熊两人只能先走人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要出意外了。多拉小黑见过没，两人一路追赶又遇到了多拉乌鸦、膀胱一扫、多拉麻雀、多拉贵宾犬，蓝胖子这是要射死了呀。蓝胖子这才意识到零食都掉了，盼星星盼月亮，小夫终于盼来了电视台，可车竟然没停下来，因为小镇中一大变样，宠物纷纷变成秃头怪，甚至已发生了传人现象。看着大熊事不关己的厚颜无耻，蓝胖子决定放大招，一狠心又订了一盒，逼着大熊满小镇投食。胖虎难得上次电视就不幸又中招，表演了川剧变脸，大熊两人刚到家就碰到了堵门的愤怒市民，起码来了百号人，打是绝对打不过的，两人嗷的一嗓子只能走为上策，零食不慎落入河中，顺流而下汇入大海。最精彩的还得是动物园，小短腿拥有了长脖子，花果山也有一席之地，而且还有了组织，蓝胖子恨不得把大熊一屁股坐死。这时未来商店送来了喜讯，这东西竟然有解药，蓝胖子又白搭进去一个月铜锣烧的钱，把静香的小臂恢复后，大熊又重获爱情，相继恢复了其他动物。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，一看新闻竟然还有漏网之鱼，我的乖乖，这是秃头怪鱼，这下蓝胖子丢人丢到全世界了。那么小伙伴们觉得世界上是否真的有美人鱼呢？